相信大家都他已经演奏了三首，其实是待会第四首是蛮幅度是蛮大的哦，会需要很大的体力哈、哦。那我想啊，刚刚大家应该在这个他的这个演奏之下呢啊，都我看大家都非常的这个啊投入跟欣赏哈、哦，尤其是肖邦的音乐啊，我想卢宏医师应该是他。非常非常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跟功夫哈，好，那接下去我们就来听第四首。Thank you.
那这四首曲子。